包它没有设，没有那种录影功能，就只有拍照。这有录影功能？对。
大吗？压缩的话，那个画质会变差，比较小。这会比较不清楚。对，因为你要看什么会碰炸。可是可以，不过直压缩，不能解压缩吗？没有，它本来就是影片档，它可以不用，不需要解压。这主要就是那个影片大小会太，会变压缩解，因为压缩就是把那个画质会用弄得比较差一点，然后档案小一点。问他这种档案通常都蛮大，都好几百 mega。那个显示器比较大，都现在十七寸的。大的看起来就更好，就比较好看。